什么是 closing cost？ 无论是什么贷款，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太可能只付首付。比如一栋房屋成交价是100万美金，贷款60万，首付40万。除了首付40万之外，还有其他费用产生，这叫做 closing cost。这些费用是贷款人在过户时付给第三方 escrow 的。下文列举这些费用：一、loan origination fee。如果买房子有贷款，这一部分就是帮你拿到某个利率而收取的 point， 一个 point 是贷款金额的1%。二、lender fee。如果有贷款的话，这一部分的 cost 就是贷款银行所收取的费用，有两项 underwriting fee 贷款审核费用和 appraisal fee 房屋估值费，其余的可能还会有一些诸如 tax service 和 flat site 等的小杂费，总的费用差不多1500美元到2000美元左右。三、title 或 escrow fee。这部分通常是最多的，一般至少包括 escrow fee、 lender's title insurance fee、 owner's title insurance fee、 notary fee 等。这部分费用根据房价来说有差异，以加州为例，一个2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可能是2000美元左右，一个100万美元的房子差不多是5000美元。四、政府部门费用。这部分费用很简单，政府对房产交易要收费收税，一般会有的是 transfer tax 和 government recording。 有的州没有 transfer tax， 比如德州，有的州对 mortgage 和房产 transfer 都要抽税，所以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钱都不一定。以加州为例， transfer tax 是每1000美元抽11美元，有的城市会单独有 city transfer taxRecording 费也就200-300块钱。五、储备金。什么叫 impound account？ 如果开了 impound account， 通常需要交给银行3-6个月的地税和房屋保险 reserves。六、预付利息。如果有贷款的话，贷款银行需要把放款那天一直到该月月底 interest 先收上去。比如4月12号放款，就需要收18天的利息。